跟我说一下、啊、你要做什么，跟我讲一下，快一点啊，跟我讲一下啊，你要做什么，你要做什么，我之后直接带你去不就知道了。嗯，我在海神待了那么久，我也累了，现在我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。可是你离职我怎么办？我还有很多要向你学习的地方。哎，你现在很棒啦，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。那你接下来要做什么？秘密？什么啦？跟我说一下、啊、你要做什么？跟我讲一下，快一点啊！跟我讲一下啊！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我之后直接带你去不就知道了。嗯，这个世界有多大，我只要你。不够，不够，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，我不想要这样的关系。难道你希望我是一个整天无所事事的大少爷吗？我现在努力的一切就是希望将来可以给你更多的安全感啊。如果我等不到将来呢？到底怎么了？不想要等。